深渊巨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今天我们去山姆，心心念念的山姆终于来了。哎呦，到门口了，我心情好激动，超想吃个蛋糕，已经忍不住了。咱们开逛开逛，山姆我来了 ，Let's go！ 这辆属于我们的大车，走喽走喽。我看到了烘焙区，现在人好多呀。我看到了这个抹茶的新品抹茶，拿一个。您是说芒果的还要等吗？红丝绒的。哎呀，拿一提小青柠，也不知道为何今天的人就很多，空空如也了已经。然后那边的人都在排烤鸡，我一直在找那个寿司，但是应该是卖没了。我不知道它在哪儿，但是我挺想吃那个玉子烧的，但是没有找到。我看到了最后一盒，属于我了，走走走。太好了，最后一盒了，太棒了，开心。哎呀，要是没有的话得多失落呀。你说好不容易开车过来了，走吧，去找我的朋友。冰激凌区，哪个呀？这多少根啊？八根。疯了，那不吃酸稀了。文明用语。那咱俩买一盒什么呢？哪个你都买不了？为什么呀？那怎么办呀？好难呀！咱俩人够吃吗？我感觉没有买什么东西呀，烤鸡也没有。我想吃点长肉。想吃长肉那还不容易，随随便便挑俩就长肉。拿两包。披萨，这大披萨。看，空空如也，这里边也没有了。天哪，现在人真的巨多巨多，所以我们俩决定转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饭。走吧，结账。大家都是来囤货的。看，您的。我们俩现在来到了一个山姆旁边的一个商场里，然后准备去 B1。搜索搜索小吃，我们俩真的太难了。刚刚问那个电梯那个师傅说没有 B1， 然后他现在还在装修中，他根本就没有。我真，我们俩今天从几点开始出来？半，11:30，现在已经快2点了，我们俩一口东西没吃上。今天不适合。然后刚刚坐电梯，我俩是坐了2遍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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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那唱歌的地儿，那儿的。你是不是就想吃油泼面呀？西本名吃这儿呢，看到了，就这家了。这不是一家吧？别走错了，这边应该是。终于坐下了，我们俩最后选择了一个西北菜馆，看看吃什么菜。大串烧烤，我想吃肉。吃。烤羊腿肉，我想吃。我妈呀！羊排吃不吃？你吃一草原得了。要不然我来个肉夹馍吧，就它了。秘制小排，你吃吗？吃。一点吃我就吃。哎，每次我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正式。你看我像不像学生？现在老师好。吃吃吃。那这边没有酱吗？我没拿酱，我忘了。我沙拉酱行吗？行。我先吃玉子烧，我特别想吃这个玉子烧，好吃吗？沾满酱。就蘸沙拉酱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我还拿了鸡，这个可能它就是有点泰式的那个味儿了。一会儿我都瞎掉了，真香，饿了吃啥都香。二合一，这里边没有东西吧？这米是吧？一起蘸好吃。咱俩吃个蛋糕吧，先尝这个。下一位，哎，关键时刻还得你出手。那必须。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哇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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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加油神，我去。咱这加油神必须齐全。我想拿筷子吃。那你拿筷子吃。给你拿这个吃，这个好吃。哇，这怎么这么硬啊？这是不是冻得太实了呀？我来构造吧，来。
哇，它里面是啥呀？冰呢？嗯，有点像那个抹茶冰激凌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吃这个让我想起了那个必胜客那个冰激凌抹茶蛋糕，有点那个意思。嗯，这块属于我了啊。这个应该还没有完全解冻，应该再凉一凉，再热一热。对，再热一热。里边还有这个红豆，就是甜度不高哈。我也想吃面了，怎么办呀？我现在能加吗？喂，你好。它这个蛋糕皮也挺绵密的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我看网上有人说这个不太那么理想，但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我没看到网上评价。吃什么面？然后，要不然我点臊子面，咱俩可以换着吃，行吗？也行。现在吃这个口感真的像冰激凌。嗯，咱们烤串上来了。再吃。闻着就香，嗯，鸡胗是吧？干，咯吱咯吱的鸡胗，看见大宽面，瞅着就香。我再吃一个这个羊腿肉，你吃吧，你吃你吃。我还有肉夹馍呢，我吃得下吗？别质疑自己。你尝不尝一口这个肉夹馍？我嗯嗯，这个肉味可香了，你来一口，你吃一口，吃一口。真的巨香，它这皮还特脆，好吃吧？嗯，是不是？给你掰一包。嗯嗯。哇，这好香啊！你吃不吃了？我不吃。干嘛不吃？我扫哪个码啊？哇，这个肉真的巨香，这要搁点辣椒油肯定更绝。真香，我想就着我的面吃。你给我挑根面。拉大马车呢，我的还没有来，先简单的来一口对面那位朋友的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油泼面。就上我这个馍，嗯，这什么情况？黑咕隆咚的吧，真坎坷，就让我好好吃点饭不行吗？哎呦，看见猪蹄子了，我再吃一块蛋糕。拿勺嘎，拿筷子嘎就行。嗯，光明来了，吃。多不容易，就这顿饭啊，真的是。我没吃过这么坎坷的饭。嗯，今天叫坎坷饭。那肉又掉了。我也。啊。你一定要记得，你还没怎么吃呢。真的，一开始我买这个小松饼是买了一大，我妈愁
死了。你还吃不吃肉夹馍了？没了啊。我吃，你吃吧。把羊排吃了，不吃凉了。羊排。很大的，我那筷子有点支不住。吃点小羊排。这有点甜，它应该刷那个烧烤酱了。最后一口馍，真好！一口蛋糕，一口饭，一口肉。嗯，现在这口感和刚才就不一样了，这就没有那么硬了。嗯，这很不行。嗯，哎呀，我也小气。这个就是慕斯蛋糕。嗯。你还吃不吃这个了？嗯，那我盖上了，咱俩换这个了。哎呀，我的面又上来了，谢谢。哇，我这特，哎呦，我这太香了。看我这面，我这是臊子面。低一下你的头，兄弟。我感觉我这臊子面真是挺香的。放点辣椒油。你不吃辣吧？你调点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你尝一口啊。你这么好的面，你不尝一口？来一条，就要一条，火接一条。我吃东西必须放辣，有辣。嗯，来不来？再来一条。不来不来不来。我放辣椒了，我来了啊。你来吧。隔壁的小孩都馋哭了。它这土豆挺好吃，特面，搁点醋是提味儿。这面特滑溜还，但是没有我上次去五道口吃那好吃，你还记得吗？啊 ，A 七视频。嗯。行。卸货。如果要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拉回来？自从有了你，这面真滑，不好踢溜，感觉我吃饱了似的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嚼吧，我的肚子要爆了。蛋糕还没吃呢，我拿鸭子。你不吃了，歇着。哎，这个也挺冻的。尝尝这个红丝绒的，对面那位朋友说非常绝。嗯，还有冰茶呢。这个像奶油冰激凌，现在的口感，奶味儿挺重的。嗯，是不是奶油冰激凌啊？是不是咱俩不一样？嗯，这个是蛋糕，那个是慕斯。我还是更爱吃这个。这个，嗯，因为它甜，是吧？对，它上你家切的。嗯。来个 BGM。太阳出来，我爬山坡。嗯。这个口感比刚才那口感扎实，我还是喜欢吃那个，我觉得那好吃。是吗？那咱俩可以。对，你把这拿走，我拿那个啊。也有可能是这个没化的原因。
再吃一口，我真是好久没吃甜品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咱俩罗森那家没？罗森那都多久之前的事儿了？收起来了，不吃了。Let's go， 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我还想再吃一口那绿色的蛋糕。麻烦您再帮我打开一下呀，感谢啊，感谢对面这么朋友。你再吃一块吧，你再尝尝这个。我不吃。我觉得这个蛋糕真的挺好吃的，我喜欢这个，我还是喜欢这个慕斯。上次那提拉米苏的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哎，你看现在就软了。嗯，这个口感现在就真的很好吃。深渊巨口。嗯。嗯，行了，我吃了。确定吗？嗯，真的确定吗？嗯，真的，嗯，真的确定。其实第一名，今天吃饭的饭类的第一名是肉夹馍。嗯，我觉得还挺推荐那个山姆那个抹茶慕斯蛋糕，我觉得挺好吃的啊。当然，那个红丝绒蛋糕，灯位对对面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坎坷的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，再见了。